挑战在转盘上随机挑选一架纸飞机来折。这次选中的世界四大纸飞机之空中之王纸飞机。空中之王纸飞机是四大纸飞机中滞空时间最长的纸飞机，它由日本折纸飞机协会主席户田拓夫发明。飞机最佳纸张尺寸为 B5 纸。2009年4月，空中之王纸飞机创造出 29.19 秒的空中停留时间世界纪录。这款纸飞机机翼面积大，飞机边缘折上去的一段可以让尾部上翘，使机翼更加稳固，投掷时保持机头向上约70度到80度，会达到最好的飞行效果。今天把折叠方法分享给大家，欢迎点赞收藏。